家晚安，久しぶりだって。久しぶり。今天不一样，不一样吗？晚上好，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想睡觉。今天去练习，对，大家今天很热，为什么这么热？不喜欢。こんばんは、大家晚上好。おはよう。おはよう。エロミ、こんばんは。晚上好。やっほー。哇，有这么热？我觉得很热，今天很热，我不行。部屋きれいになった？部屋きれいじゃない？汚い、めっちゃ汚い。不行。房间用变脏了。我很容易变脏。我要整理房间。谢谢送我玫瑰，谢谢。久しぶり、写真もらいに行った。こんばんは、久しぶり。久しぶり、やっほー。ジュリアスさん、綺麗なところしか写ってない。そうだよ。旁边很脏。不行。对不起，我没有看。嗨，大家晚安。我想睡觉。热浸的是地板的那个吗？什么？你浸的是叠地板的那个吗？那你？那你？什么意思？
はい。イェーイ、シェシェ、ソウ講座。今天有练习吗？不然这么早就想睡。我每天都想睡觉，好吗？一直啊，今天一直是。谢谢送我饼干，甜甜，再新饼干，谢谢。谢谢每次都送我礼物的人。很开心，右边拍拍的，如果哪里有什么？哪里右边拍拍的是什么？我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写信も読んでからもらいました。啊，真的吗？是什么什么的照片？谢谢送我ジュリアさんだ告白气球，谢谢告白气球耶、yeah。 美林平日的迷你宫会跳到水藻了吗？会会谢谢送我饼干饼干恋するフォーチュンクッキー未来はそんな悪くないよ新店的照片好看，不知道在哪里拍的，想去新店的照片。哦，新店的照片好看吗？在哪吗？是台北哦。哎，对，我想讲，听说，我不知道，可是我听说我的握手会的有，不是第二部，是只听说第一部大概100多张有空嘛，就空きが出た，所以如果还在手上有握手券的，不是吗？没有吗？我听说有，还是以后可能会，我听说了，我不知道，但可能会。啊，最后10个吗？真的吗？啊，是哦。为什么？哎，真的吗？所以还有多少？如果是没有了吗？是没有了吗？我听说昨天有人跟我家还有，但没有了吗？粉丝不能来，所以确认了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是。可能有人不能来，重新开放了。对，哎，你亲见性的啊，谢谢。今天不能了，因为全部都是二级生。真的吗？在他家，线上还有一堆菜单。他家。那赶快什么点吗？是多一点，大家赶快去。对，听说还有15张是吗？所以大家赶快去看看，希望很多人可以跟我握手。现在会不会再说再说我说起来，
大家赶快去了，赶快去，大家赶快，赶快。还没，还没。怎么念啊？怎么念？我不能去摸索，对不起，很相信。没关系了，有说嗯，有机会可以去啊，也不是最后的握手会，没办法。谢谢孙悟空耶，谢谢孙悟空礼物。关系。感谢你的握手券，我抢一张哦，真的吗？没来讲过吗？哦，吉利吉利桑。好久不见，为什么最近没有来？忙吗？这么忙吗？没连开的时间有点晚，我已经睡觉啊！对，对不起。通り過ぎる景色の中でも、私だけを見てほしいよ。谢谢チリチリさんの鬼畜玫瑰。哇，这只背心好好看，谢谢。好痛，吃糖果牙齿好痛。很痛。
早上起床才看到，才看到童子梅林开直播。梅林回家有先刷牙吗？为什么回家后要刷牙？刷的时间到了，牙是敏感性牙，对，是。我没有什么虫歯じゃない，我不是。但是我吃真的会，一定会痛。今天好早啊，还好，今天还好，是一胖的我，所以很痛。台湾的歯医者行ったことある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没有去过台湾的歯医者さん，没有去过。第一次海湾上23开播，呵呵。可以去给医生洗牙，不要，麻烦。蛮便宜的，多少钱？半年一次免费洗，诶，そうなんや。是哦。イーガールズ。两张也都是你的信号，还有留耶， yeah， 谢谢你，我等你来握手。洗牙很可怕，我不行，为什么？今天这么赶快穿一件衣服，结果刚好拿到梅林的营业，诶，なんで？为什么？去看一次差不多100元，诶，很近。私は私を抱きしめたい、これでも目だ。よいしょ。はい。目だエンディ。試過一次。下不是全部都是血，虽然不会动。血应该你的这里的问题，是你的在这里血太多。洗，洗牙感觉是平常嘴巴会有点不舒服，看过一下，很舒服。那个文雅音是什么？
きしめたい、これってもうネバーエンディング。就是呀呀呀呀，下面的路啊，谢谢小娟。周三再去洗澡，没流血。你们这么常常去洗澡，哼。台湾的肩膀盘年可以年会洗牙一次，都是每盘年一次，这样也才会干净。ノースリーブシャツとか台湾も、いや、今天很热，今天25度，25度，今日25度なの、めっちゃ暑かったからノースリーブです。是我去看年会宅的，原来日本も暑かった。暑い、あ、日本も暑いの？今天暑いの？最后会都没说，超热的。真的很热，真的很热。奶琳可以用肩膀了吗？可以用。奶琳比较怕冷还是怕热？比较怕冷，我不喜欢冷，对，真的不喜欢。今天我去排队领口罩，排5分钟，5分钟还好啊，很早。拿到了吗？以为日本超冷，所以你不怕冷？我不喜欢，真的不喜欢冷。可以去西亚看看啊，很有趣。好，好的。今天到10点半吧，不是吧？应该不是，对，应该是不是。但是和台湾的日语说的吗？动作流汗，不会流汗，我不会流汗，但我不喜欢。我喜欢凉凉的，不喜欢。
シーや舞台スーフなんだよ、あいつも。ミレイこんばんは。ヤッホー川一さんこんばんは。台湾是什么什么怎么念什么意思。ああ、わかった。我知道意思了。会甜黏黏。あ、我知道、我知道、我知道。第一次洗牙，因为牙有洁，是吗？所以会觉得酸酸的不舒服。是什么？那你说的有洁？是什么？牙医。湿気が高い。そう、不喜欢。牙齿。结石是什么？牙结石是什么？起来脏的有不用不掉的东西，なるほど。一些啊，我知道了，有点脏的话题，やだ。作业也收不掉，是。为什么突然变成牙齿的洗牙的话题？牙的，好好笑。美丽之前的台日语言交换学校的 story 马友说了什么忘记，那是讲日文，等一下啊。我看一下，我忘记了。今日の日本時間9時見てね。今日の日本時間9時見てね。です。正解。今日のまだ待っててねじゃない。不是，是今日の日本時間9時見てね。可是我觉得你很近，厉害。谢谢ともさんの礼物，也谢谢送我饼干。美丽的穿着很成熟，有吗？真的吗？谢谢。美丽今天想聊什么？没有。有些人会怕看牙医，美丽会怕吗？我不会，但是我不哎，对，我不会看别人刷牙的时候，还有对，不会看。就
还有听到那个声音，就会我会痛牙齿，不是会那个不知道怎么讲，就奇怪，我的身体会变奇怪的感觉，所以我那会痛，应该没有联动，是不是这种的？是我的身体会变奇怪的发音，应该没有联动。不是痛，但是就不知道怎么讲，不知道怎么讲，但是就是会奇怪，奇怪的感觉，听到声音，身体会自然觉得不舒服，这样像是对，像是，但也不是痒痒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，但就感觉很怪怪的感觉，所以我真的不行，所以看什么音变也不行，音变的时候。我喜欢看 YouTube 的那个一天的胸脯是怎么样，然后 YouTuber 的刷牙的时间的时候我不会看，然后我之前跟朋友电话的时候，朋友在刷牙，听到那个声音我真的不行，受不了。要是叫黑板的感觉啊，有一点，对，像有一点感觉是这样，对，是我，所以我不会看别人刷牙，也听，不会听，不喜欢听，恶心，我想也不行。你有玩过 ASMR 简化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是很害怕。这什么宝丽龙？是什么？摸清楚的声音。对，可是我没听过刷牙的人，就是也不是只有听，是看看刷牙也不行。这声音超恐怖，普利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那是什么？フラワー熱帯魚の涙発泡スチロール。还好那个包里龙还好，然后直接就是给你玩玩看，很有趣。换冰棒的盒子那个，哦，会有声音吗？摩擦声音会觉得很可怕。谢谢送我枫叶，会有声音，有的人很讨厌。就是先学不会，还有有的鞋子的声音，是什么什么什么鞋子的声音的可也可怕啊！我知道小孩子穿的吗？不是吗？受不了，好好笑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就是鞋垫那个有的很吵，很可爱啊，很可爱，很可爱的声音。超级早，但还是会觉得，哎，那他，我问大家喜欢小孩子吗？
我不懂有些人说不喜欢小孩子，我父亲的人大家都不喜欢小孩子，我觉得很可爱，喜欢一个小孩可爱，一堆小孩会很恐怖，不会，我觉得很对，哭哭哭闹的话很可爱，我很怕小孩子，怕丢下他们。原来就是背心的图案好可爱，谢谢你，希望不要咬人的话。那你也不喜欢我，因为我会咬人，一个就好。为什么？服的シミ気になる？你どこにあるかな？有吗？我看不到，自己看不到啊，这里。喜欢玩小小孩，不喜欢有小孩。不喜欢。喜欢玩小孩，不喜欢有小孩，なんで？一直玩游戏，每天还会喜欢吗？当然喜欢，我觉得很可爱，因为小孩子是这样，没有很乖的小，没有不哭也没有不闹的小孩子，小孩子一定会。敢听到梅林会咬人，对，我会哦。小绿要保我都很害怕，为什么？17岁也算小孩，那我说1岁到5岁的那个很可爱的小朋友，1岁到5岁的小朋友，那你怎么办？以后怎么办？你不会当爸爸哦。美玲以后想生几个？最多3个，最少2个。不想一个，对，也不可爱，比较想要男生一个，女生一个。也要玩老爸，不行，你也要，不然老爸很可怜，很累哦。男的3岁接女的6岁都喜爱玩，小时候男生比较可爱，男生会跟我一样坏，一定会。我说老爸不行，因为我妹跟我差很多岁。所以觉得小孩很可爱，不过照顾很累。我也觉得很可爱，但是照顾很累，是真的很累。自己人家看着他的眼睛，就会觉得就算太累也没关系。你有小孩哦，怎么知道那个感觉？那才杰对你来说算不算小？他很大。比我身高比较高，所以就不会觉得很小。哎，那你谢谢ルカチンドラブ，ありがとうルカちゃん。あと、なに、イーツン、リカ、リカ。こんばんは。我们家有我跟妹妹，就叛逆。啊，你最叛逆，我也是。第一个的人比较会吧。ルカとルカ。难过感动了。最近有看跟小孩有关系的电视剧，真的未来想。一定要小孩，很可爱，真的可爱。我想当很温柔的妈妈。こんばんは、やっほーりか。
我先去打耳洞用流頭髮を分かんのまあね、今を楽しむのもね、大事だよね。杨伟か、我们家头发最长就是我。为什么你想要？我一直觉得你的 IG 的照片的衣服吗？就是远远看感觉很像那个银爵爽的恐龙的衣服，那个不是绿色吗？所以我一直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恐龙的衣服。感觉会对小孩很有，我很喜欢小孩，也、yeah, 但我不行，我脾气不太好，哎呦很容易生气。是看起来很专业的照片，那就我觉得穿恐龙然后对拍照的，可是我觉得嗯一动我觉得。就每次都会觉得那是恐龙床。小坚是银爵的弟弟，不是哥哥吗？银爵不是比较小吗？我比银爵大三岁了，对啊，所以哥哥。这今天真的很热。Happy Holiday。有小孩之后脾气应该会变好，我陪我妹很久之后变了，不太会生气了。男生过了三十大，啊，干过了。刚刚吃到饱，肚子好饱，要坐了回家。你吃什么？好好，我也想吃东西。对不对？人家叫高，嗯，健体就也一样，衣服也一样。果然是哥哥。我跟银姐都觉得鼻子不像的说。Happy Holiday。有小孩睡觉时间就会可以，好好笑。那你去泰国然后换什么？这个变女生，特别好满意呢，好好，我也想吃。但是旁边的脸都会瘦很像，我都不知道眼睛要换哪里。看我就好。原来三期我应该不会超过24岁吧？啊对，啊对，不行。一直看你下，不要吵。我每次都说我哥不像，但是旁边都说好像。重点大家又说我才是哥哥。我现在21要22了，那你可以上去，明年可能明年的话你还可以。哪有那么老？应该大家觉得你比较老。好可怜，好可怜啊！
芽线加入吗？对，我菜没有草，很草。我刚好是我家是最大，但是每个人都以为我是弟弟。难得，为什么？那你跟银姐记得推荐我加入，好、哦。现在骗你说没加入我会哭。勇哥的脸就是很年轻的脸，看起来。春天是看起来，嘿嘿。今天歌好红，对，今天很红。不行吧？很累。所以我说看起来性感啊，看起来嘛，看起来。谢谢小陈的礼物。我也很累，好像睡觉。不行，还有背我十分钟。然后眼睛会被你的小把戏一起会冰手，大家再说一次，握手券，哎，不然我听过，大家握手会手上还有握手券的人，赶快去点吗？点我是吗？大家赶快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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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ごめんね、これ大丈夫。今天也是一个中毒中毒。舔舔我，赶快去舔我。啊，一个小时 ，so。Yes， 我还有四张，要的人准备一下吧。为什么你也不会来？你也不会来吗？大家加油！大家希望很多。没有来过的人也来，我找我，没有来过的人找我。美丽的项链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是这样，就这样。现在僕も行けない。TP， 因为坏人的关系，很多国家的粉丝都不能来，很可惜。真的，两个都不能来，好难过。大家赶快舔我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好像狗狗的，这是这样的哦，这样的，在日本很流行的项链。最后一张，大家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会来的人，赶快去，赶快舔我，不来就我讨厌你。韩国人也很多人带，韩国跟日本的流行是很像。日本的衣服的流行是看韩国的衣服。好吧，请讨厌我，耶、yeah, ，我讨厌你。没有不能来的人没关系，但是谈天可以来，然后去找别人。
但不会找我的人就讨厌你，你不要看我直播，不要看我直播。为什么一直看韩国人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韩国人很可爱，我不知道。我也日本的人，日本人啊，我也是日本人。青岛有我叫，讨厌你。因为韩国偶像的关系，我发现美玲换件的变大了。哪里？没有？有吗？我不知道。因为今天地方不一样，亲讨厌我还讨厌你。谢谢大大分享，好人一生平安，点一张美丽乐，又到小尖尖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耶、yeah, ，喜欢你。yes， 你。以前我也是吃都吃到梅林周边耳朵而已，今天放地方不一样，所以看起来很大，但是一样。刚刚也多贴梅林了，やった、ありがとう、谢谢大家さん。我忘了还有一张，他这还有一张，赶快去贴，我还在愁了。更多时间来开心，耶！嗨，大家赶快去填，赶快，赶快了，谢谢，谢谢你。给几个人填，我已经填了，还没填的嘞，赶快去填，赶快，就唐天辉来的嘞，跟我打招呼吧。美玲的口罩是奶奶帮忙领的吗？不是，我的口罩是我回日本的时候买的，那时候还有买，对，所以我去那时候买，可是没有很多，但还有很多。美玲去叠，不要，你去叠我卖有。没有啊，我想去，我想。还有十分钟。一张，很少，很少。你是不是原本不来，不找我？是的。现在我口罩都要啊，なるほどね。啊，我其实不太会戴口罩，不太喜欢。我觉得他家都有戴口罩，所以一个人不戴口罩也没关系，不是吗？每天去过韩寒，我找个人把药给你。哎，真的吗？我想去。原本我有点五张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可是你就没有了，然后一张，是哦。啊，そうなの？你有啊，谢谢。我都不出去就可以不用口罩。啊，是不用出去的人不用口罩。美丽也是喜欢韩流的吗？没有到很喜欢，但是
我自己很喜欢国中的时候，然后最近是不会花钱的喜欢，是只会听歌，然后可是我想去演唱会，对，但不会买他们的东西之类的。嗯，美丽，我也是六张啊，五张，他这都是五张，好，哦，开心哦。原本期后来用夹到食物，真的吗？我原本有叠五张，算了哦，我以为乔坚不来，你不来。我是多买 CD 听，不去演唱会。是哦，我也有 Black， 我喜欢 Blackpink 的，你得，好了，我有买他们的，可是，就，对，我没有去，嗯，上个月的演唱会没办法去，很难过。我喜欢 Blackpink， 对，我也有买，卡哇伊的时候。很喜欢，哎，是我那个，然后有一个 Blackpink 的杯子，那是只有在演唱会可以买到的。美丽妹有看他的节目吗？看他的节目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唱片？这是 album。有那里他们的就是照片的，还有 CD 跟 DVD 都有，对。你说的你去探老师的家啊？对，是啊，对，我知道，开始没时间可以看，所以我没有，还没有看。对，而且我会处置，我不想看。对，青春有你，对，很好看，这个很贵，很贵，真的很贵，我觉得很贵。然后看，这是 Blackpink 的杯子，只有演唱会的时候才买，不会，已经买不到了。东西，然后我带去学校，吉尔吗？用坏了，看，好难过。然后他用坏的时候，小小的，一点点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就是几个同学来我的班上，然后更吉尔的是还可以，就看得到。就一点点而已，但是几代人我不知道是谁，他我用坏就，我那对齐雅思还好，就因为一点点还可以用的，看出另外一个人我真的很生气，他不知道是谁，所以不会生气，看，就，但最近我不会生气，就超过生气就。我会超过神迹，然后我只会傻眼，就没心情。而且是可以买啊，对，应该买不到，应该我不知道，而且很贵。这是我朋友送我的，因为那时候我不能去演唱会，所以他送给我了。然后我觉得这个蛮贵的。可是美丽不是一直吵架的吗？什么没有一直吵架好吗？好难过，可以买的也变很贵了吧？对，好难过，所以我真的不敢用了，我不敢用，我不想更用坏，很难过，生气。哎呀，没关系。我也是买的专辑，就是 TDB 的哦，真的吗？
你有是不是也丢上？对，这里。我等等去看看还有没有新的配置。没关系，如果有的。私は Blackpink。别人的问题不是我。我不在的时候就他们用坏的。但我真的很容易，就是衣服也很容易脏掉，而且东西也很容易坏掉，真的。君さんは買った超へえマジで、そうなの？耶，比较要啊 ，look 噶 look， 那不送美丽礼物了，不会，粉丝送我的不会，不会用坏。一定丢的话，不是故意的。下面的请取缔剧。本当にね、もうバカだよね。我不买，我不买，没关系，不用吵，因为我不买。我不买。你说说看，粉丝送你的东西有几件已经坏了？我没有。没有，对，粉丝送的没有。我要关直播，大家，谢谢陪我聊天，大家多多喝水哦，因为寒冷。画意？哪有？没有。画的就是 new metal 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不太会听的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おやすみ，拜拜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我终于搬走比赛，不行，你赶快休息，拜拜，おやすみ，おやすみ，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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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了，谢谢送我桂枝玫瑰，拜拜。下次重新来干，好，拜拜，我是你。